现在去看熊，坐船，出发。你多没？这个船上都是来拍照的。拍不出来，虽然很轻。希望今天能看到熊。现在海上全是雾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一出来就看到了一只，好可爱。现在350还在船上，根本无法稳定啊。别人的都是这样的，而你是这样。我们又找到了一只，然后它很难找，找了5分钟在指导下，好可爱。肉眼是看得不太清楚，然后但是有望远镜和长焦，这只很大，哇，好可爱。啊，よかったね。干潮じゃ中は渡れない場所ですね。今波によって流氷がこの岩に当たってですね、あの高さまでこの岩を削っております。冬天的时候溜冰也会来这里。这些是取海采海胆的船。我们现在就要从这个礁石中间穿过，感觉非常危险。如果不是渔师，如果不是专业渔民的带领，应该很难通过。我们又发现了一只，这一只很近，在接近岸边的地方。我们现在非常接近了，就在那个船的上面一点点，船的1点钟方向吧。
有一只老鹰。这只是在岸边走，这个是比较小的，我们发现的第四只了，好可爱。还有两只熊，又发现了两只。在这个灯塔这儿又看到了一只。现在我们两个在日本之床最尽头。这是亲子，两只，还是妈妈和小孩。然后他们俩不是亲子，他们俩是在谈恋爱。他们在谈恋爱，这也太搞笑了。这应该是很难得，很难得。情报员，你还真的是从这些礁石中间穿过去，好刺激。船长开始秀技术了，对着山崖冲过去，居然没撞上，一个急转弯。发现一只狐狸，今天也是任务看个够。